都会有一些涉猎。那现在是 Kubernetes and Mesos 的这个Kubernetes 项目的一个 owner， 会负责 roadmap， 然后子社区的一些建设，包括一些 process， 那还有一些这种宣传的活动吧。那下面两个是我们的这个 senior art 和一个同事，那刘博亚在今天早上的这个keynote 里面也是 Mesos 的一个 committer， 那我们会一起合作去做这个 Kubernetes on Mesos 的一些工作。那 Kubernetes on Mesos 其实是做了好多的事情，那在这里头会介绍 Kubernetes on Mesos 现在的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架构，那后面的现在的状态，包括后面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这个 contributor 贡献到这个社区里面。在去讲这个 roadmap 之前，那肯定要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做这个 Kubernetes on Mesos 这件事情。那其实当我们去看整个的这一个环境的话，我们是把这个数据中心也好，说私有云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我们会去看整个的这一个这种集群的环境。那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分成几个，大概三个部分。那我们常说的这个 Docker， 就是 Docker Agent 或者容器，那它其实只是机器上的一个运行的环境，包括 Mesos 现在说的这个在做的这个 Unified Container， 那只是应用，比如说你一个 Pod 或者是你一个这个 Web Server， 它其中的一个进程，一个应用的程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看到这个假设这个 container runtime， 那它是本身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环境。但是当我们拿到这个成百上千的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们希望重新把它抽象出来，重新把它抽象成一种资源池。那对这个开源社区里面的话，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 Mesos 这边做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在我们闭源的软件里面，比如说 IBM 自由的产品里面，还有一个叫 Eagle 的这个事情，在下一页我会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我们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源层，把所有的这个系统的资源重新抽象出来，然后这样供上层的 framework， 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 workload。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run 容器的时候，我们经常选的就是 Kubernetes 或者说 Marathon。 那如果你要去选这个run 大数据的时候，你会去 run Spark。 但是这两个针对这种不同的 workload， 我们是希望底下这层的资源层是统一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Mesos， 或者说如果你想用 IBM 的产品，那上面有 Eagle 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像今天早上 keynote 里面说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底层的资源层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软件，这个一种统一的一个资源层的这种资源管理的一个中间件，那 either 是 Mesos either 是 Eagle 这样的事情。那上面针对不同的 workload， 我们希望有 Kubernetes， 希望有 Spark， 那包括 IBM 自己这种 HPC 的 workload， 像早上经常在群里面经常有人问的说像 RSS 这种。那真正的runtime 级别，就是说这个 container 这一块，那这块的话我们也是可选。比如说现在国内比较火的基本都是 Docker， 那大家对 Docker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concern， 比如说 Docker 的 agent 不稳定啊，然后大集群大规模部署的时候，这个经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比如说像 Mesos 的，所以 Mesos 做了这个 unified container， 那其他的还有像 RKT 这样的这个功能在里面。那所以我们在整个看系统的时候，我们基本会把整个的这个云的环境会分成大概这么三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当我们去看这个图，或者是看这个分成这三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是拍脑袋这么一想，或者说我们感觉应该这样。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历史是从92年的时候可以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92年我们最早的一款产品是 LSF， 就是最早说的这个。做这个 batch job， 做这样的事情。RSF 在最早的时候跟这个 PBS、SGE 这些都是早期的这个关于 batch job 做的一些。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就把这个workload manager 和这个resource manager 就放在一起，
但是当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第二款产品的时候，就是说这种来放 Safety 在这个金融整个金融业的话，所有大概前十吧，像一些很著名的一些投行，他们在做风投的预测分析、风险分析的时候，基本都会用到 Safety。那当我们做 Safety 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资源层的时候没有必要再做了。MSF 在资源调度这块已经做了好多的事情，所以我们把它整个重新抽象出来，抽象出来那个 Eagle 的全称就是全称就是这个 Enterprise Grid Orchestrator。那其实它中间那个 G 就是代表 grid， 是从 grid computing 那个时候延伸进来的，所以从它名字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整合的历史都是非常远的。所以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采用这种两级的调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开源社区里面选，我们会更 buy in Mesos 现在的这种架构，说两层这种调度。那两层调度的话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之前在 Keynote 里面那个我们同事也有介绍，说我们希望在上面会跑一些 Kubernetes 去 run 这个这种 long running service 或者容器回归服务的这样的 service。那我们希望在上面去跑 Spark 去 run 支持现在现有大数据，对大数据的这种需求。那同时我们也会跑一些针对，比如说像这个那个 logo 是 Safety 的 logo， 那比如说我们像针对一些企业的这种风投这种产品，那我们是可以希望整个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可以把这个资源是可以共享，针对不同的 workload 的，针对不同的部门去做不同的事情，但是资源这一层是可以共享的。这样的话你可以去大家彼此 share 的资源，包括后面的资源的抢占和资源的这个共享，在后面大概都会有介绍。那在后面其实在这个 Google 的这个其实说到这个两级调度，或者说这种集中式的调度，一定会提到 Google 的这个 Omega。现在这个 Omega 这个 paper 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在现在是两级的调度。那我们其实也在做了好多关于这种 open source offer 做的这种优化的设计。其实，在这个刚才那个里面的那个冯友，在这个 Mesos 的这个欧洲，就是今年的前两次的 Mesos 一次的会议上，专门去有关于 Open Source Offer 做了一次关于 Presentation， 就是讲如何来提高它的这个效率。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我们不仅是至少在现阶段，我们是非常赞成这个Two Level Scheduling。那后续的时候，我们也再去跟 Mesos Fair 一起合作，去看如何在 Mesos 里面去做这个这种。Share state 的这种状态。那现在里面有好多项目，我们在跟 Mesosphere 一起 work， 在社区里面一起去 work， 去做这个这种乐观的这种调度的 offer。这个是 Mesos 项目的现在一个组织大概的一个组织架构。第一个是这个 sponsor 是来自 Google 的这个 team。它主要是会负责这个整个的项目的这个 roadmap。大概会是朝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以及将来如何在跟这个主干的这个，就是现在的 upstream 的这个 Kubernetes 如何来合作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的一个是在红帽的这个 David 会跟我一起去 review daily 的这些 work， 比如说一些 process，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Kubernetes 今天收邮件说已经不用那个。Google 自己的这个 CLA， 就是他验证的签署的那个东西，而改用 CNCF。那像这些的 process， 我会跟 David 一起去做他子社区的这个事情。那最后的那个 owner 就是我自己。那个 Klaus， 随便选英文名，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含义，大家比较好记吧。这个会做一些日常的这些 bug fix， 包括后面会提到好多的项目都在现在的 pipeline， 还有。今年年底的计划，还有明年的开始的计划，大概会有一个补烂。那这些事情基本都在我这儿，会跟 David 和 Tim 一起去商量，如何往前去做。那最后的 GitHub 是这个整个 Kubernetes on Mesos 的项目，所以看到现在这个时候放到一个incubator 的一个项目里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希望尽快的把它放到这个Mesos， 放到这个 Kubernetes 里面的这个 Kubernetes 这个项目下面。这个最主要其实就是之前没有有大概有多半年的时间没有进行维护，所以暂时还放到这里面，后续的时候会逐渐的挪到这里面。那这里面其实讲到 Kubernetes on Mesos， 说了 owner， 说了这个我们
整体的整体的这种想法，整体的这种架构。但其实有好多人在问说 Kubernetes on Mesos 这个东西这个靠不靠谱，对吧？ IBM 虽然现在的支持，以后会不会去继续的往前move，但其实这个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给大家一个回答，去做就是为了这个社区做一项支持。就是 IBM 是有一款产品专门针对这个专门针对 Kubernetes on Mesos 做这个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块我标了一个黄点，就是我们会以 Mesos 作为整体的资源调度，会以 K8S 做这个会 K8S 做这个 long running service。 那中间的 session scheduler 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去拿的那个微信去看到的这个就是艺术家的这个图片，基本就是以这个来围绕这个来做的。那最后的一个 HPC 就是指刚才的 Safenet 和 LSF 一系的这个产品，那整个产品会围绕这个产品来做。所以第一 Kubernetes on Mesos 在 IBM 整个的这个产品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会说今天有一个投入 resource 来做，明天就不会来做了。那另外的一点，在后面其实我们会说到，我们会尽量的跟最新的版本去整合去融合，然后去尽量的达到这个 production ready 的程度。因为现在的 Kubernetes on Mesos 现在还是在社区的里面还是 alpha 的，我们测的时候是相对来说稍微早一点的版本，那个是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的。这个是我们一些 additions value， 这些 additions value 大家可以到应该就在这个门对面的那个这个 IBM 有一个展台，可以去到那边去了解更多的细节。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同事在那边，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时候可以去聊一下具体的细节，像一些x86 和 Power 的这个混合部署的支持，包括这个还有一些 CICD 的，我们也做了好多工作，还有像这个我们也支持 on-prem， 包括在 APP Store 里面，我们大概需要部署哪些东西，像今天早上看的那些 Spark 的部署，还有RSF 的部署。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同事也有一个关于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如何来做的一个 topic。说了这么多，其实现在更想说的是社区这一面，我们现在大概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哪？其实 Kubernetes on Mesos 是一个很早的项目，大家可以看到，从2004年0.2开始 ，Kubernetes on Mesos 就这个项目就已经在了。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相当于版本跟的是最紧的，从0.3一直到0.71，这个大概是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十几将近20个 patch release 在里面。因为这个是每次都会跟着这个 Kubernetes 的 release 在走，所以这个版本当时跟的是最紧的这个 release。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最后一个 official announced 的 release 就是0.72。所以这个大概今年应该是1月份的这个时候，在后续的时候就没有再有相应的 update， 那社区也是保证它不 break build 就 OK 了。那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那 IBM 开始去 own 这个整个的项目，然后并且把它 promote 成一个这个 incubator 的一个项目，再重新去规划它的 roadmap 和相应的这个整个的 react。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第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会把整个的 code 去重新组织一下，因为比如说包括一些不用的Kubernetes 本身不用的 code， 我们就把它删掉了，因为有好多功能其实暂时就是编译的时候是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不用的 code 删掉，然后现在做了一次 sanity check， 相当于你可以去跑一个 Nginx， 就是简单的 Nginx 跟最新的1.5的版本去做了一个这样的 sanity check。 然后并且我们把这个社区的这个 CICD 建起来了，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 end to end test 重新建起来，因为需要 end to end test， 需要这个 comfortable test， 就这把这些 test 建起来才可以去 release 下一个版本。这个在后面大概也会提一下，我们希望在这个月底或者在下个月的初这个样子会有一个基于0.7的一个 release， 就是基于原来的 feature 并没有特别改，后面还有好多其他新的东西要做。刚才说到0.7的 release， 就是说我们基于现在的 code base， 我们会希望重新把它做一下。但是在 Kubernetes 现在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跟社区去聊的时候，大家比较大的一个 concern 就是说现在的K8S 的 controller 和这个 Kubernetes， 就是在
slave 上的这个 agent， 现在是对Kubernetes on Mesos 这个项目，对这个 upstream 就 Kubernetes 这个项目是有 code level 的 dependency 的，相当于 code 我们会重新编译一个 controller manager， 这个 controller manager 加了我们一些 code， 但最主要的是调这个Kubernetes upstream 的这个 package 目录下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的时候，就是说两个，我在九月份和十月份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就是刚开始我们开始 own 这个项目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去在 GitHub 上艾特我，告诉我内部的一个 interface 有变化，你需要去重新去 update 你的 code， 但其实那个对外部的 interface 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这样的时候会导致你一个两个社区经常会有这种代码级别的依赖，但是你对外面的 code 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这个是希望是减少这种大家彼此的这种干扰，就是跟现在大家彼此做的事情就是相当于解耦嘛，希望是通过这个彼此都通过 RESTful API 去做这样的事情。那 Kubernetes Controller Manager 和 Kubernetes 在当时做的时候都是，比如说 Kubernetes Controller Manager 做这种代码依赖的时候，最主要是原来早期的时候Kubernetes 并没有很好的支持网，所以它要做一个这个 IP per container 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那当时在整合的时候，那好嘛，就放到 controller 里边来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跟这个之前的这个 maintainer 或者之前的 owner 去商量以后，那基于比如说如果现在基于最新版的这个 Kubernetes， 可以去把这个解耦，可以把这个代码的这个网完全去掉。所以在刚才的那个 0.7 release 以后，最主要做的是这件事情，是会把这个整个 code refactor 一下，减少这种代码级别上的依赖。那这个有可能会在明年的年初，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那个样子会去看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说到 Kubernetes on Mesos， 其实在 IBM 的 contribution 在 Mesos 里面，我想在社区里面大家也都看到，IBM 除了日常的一些 bug fix 里面有一些项目是我们一直在做了，比如说像 scheduling 这边，像 hierarchy 的 role， 那像这个多个角色的这种 framework， 包括现在的 scheduling， 包括像 reversible 啊这些 reservation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这个 team 在一起 work 这件事情。这个是 scheduling 这部分，另外的一部分就是说关于这个Unified Container 里面的容器和网络两个部分。那早上我们另外两个同事汪亚和张前在另外的 topic 应该都分别讲过关于这个 volume 和 network 这个事情。就是张前是那个 CNI 的这一部分。那其实我们讨论了这么多，我们去做 scheduler， 去做这个 volume， 去做 network，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支持一个复杂一点的 business， 就是最早就是我们早期刚就是说我们早上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希望把所有的这个 framework 放到里面，资源是可以共享的，资源可以去 share 的。那但是在资源共享和资源 share 的时候去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这张图里面是我们希望 Mesos 做整个资源层的管理，那在这个左侧的 container service 这一部分，我们是希望 Kubernetes 管整个的 Kubernetes 的管这个 container service，微服务也好，这个 long running service 也好。那在 big data 这面的话，我们是希望有 Spark， 但有的用户有的在实验环境里边我们也可以用 Merit， 那这个 Merit 只是做了一个参考。那在这里头其实就会涉及到好多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 hierarchy role 这个事儿， hierarchy role 的时候，其实我们分资源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 container 的 service和这个 Spark 的 service， 包括 Merit 的 service， 先做第一级分发，第一级的资源划分。第一级的资源划分就是说 container service 和 big data 的 service， 因为这两个，比如说 big data 的 service， 由于它的在 shower 的时候会有一些大规模的这个数据传输，所以它的网络和磁盘有些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对网络的需求和其他的需求有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这两个资源是分开的，虽然可以在一起统一的管理，但在跑作业的时候，我希望它还是在这个域里面跑，那个在那个域里面跑。那在 big data 里面，这个，所以我希望做这个资源的两级，
做低层的资源划分，那就是 container service 和 big data service。但是在 big data 里面，我同样还有 array 的，就是 MapReduce 的 task 和 Spark 的 task， 这两个分别的时候又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在现在早期的时候，我由于兼容原来的这个应用，那我的 Spark 这个 Mary 的这部分需求，或者说这个亚尔和 Hadoop 这部分需求会多一点，但然后 Spark 这个应用少一点。但是随着推移，大家新的应用逐渐都转到 Spark 上的话，那这个资源又逐渐的比例又不一样，所以这两个比例是有可能会逐渐的有变化。所以这时候就变成第二级的划分。所以第一级的划分是说 Learning Service 和 Big Data 的服务两个做第一级的划分，那第二级的划分就是 Merit 和这个 Spark 的进行划分。所以这个至少有两级的划分，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在这个 Mesos 的项目里面去重点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Hierarchy 的任务和 Hierarchy 的这个 Scheduler， 是希望每一级可以做一次划分，比如说按比例50%、50%，然后再做一次划分。那这个是 Hierarchy Row 的这一块的事情。那下面这块的话，像 Counter 和 Preemption， 那这块的事情是，这块的事情是说 A 和 B 两个之间是，比如说，Big Data 的环境，它不需要这么多的时候，它的作业没有这么满，有些 idle 的时候，它可以让路出去。让的时候，这样的 container service 的时候，这样可以去 run 一些 task。但这些 task 有可能是由低预先级的，比如说你的一些 unit test， 你的一些 build， 一些 build 的话，你如果先跑的话，我肯定非常高兴。但是如果先跑不了的话，那我有可能等到晚上或者什么时候再跑，那也 OK。那最主要是为了提高整个资源利用率。但是当你的有高优先级的 task， 就是说我的 big data 的 task 上来的时候，我当然是希望把这个资源重新抢占回来。所以这个事情是就是说 counter 和 preemption 的一个事情。这个在这个整个 Mesos 后面的 roadmap 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提及。那后面这部分是一些 Kubernetes 的事情。Kubernetes 本身有 namespace， 有 counter。它如何跟下层的这个 Mesos 进行匹配，这个现在还在去跟这个 Kubernetes 社区去做这样去讨论，看如何往前去move做这件事情。那包括这个 Kubernetes 自己其实也有相应的 session scheduler， 它自己也有自己相应的 scheduler， 但是 scheduler 如何要跟下面的 Mesos 去做这个事情，这个 Kubernetes 和 Kubernetes Scheduler 其实有一个在后面那个有个 ticket 去，我们现在有个 ticket 正在做，想要做这件事情。至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Kubernetes 在用 resource 的时候一定要先用 reserve 的 resource，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给了你一个 reserve 的 resource， 然后给了你一个 normal 的 resource， 然后你把 normal 的 resource 用了，别人既抢不走，然后呢你的 reserve resource 别人也用不了，因为那个 Mesos 一定会发给你，所以相当于你永远都占着两个 resource， 对吧？你这个资源使用率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你用 reserve resource， 那个 normal resource， 因为你没有 task， 下次可以给别人用。那这个是最相当于最简单的一个这个 task 关于排序的这个事情。那另外的一个像这个 resource requirement 的时候，resource requirement 的时候也是希望 Kubernetes 对下层的 Mesos 有一个资源的请求，告诉 Mesos 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因为 Mesos 现在是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这里面是关于这个 counter 和 preemption 的一个事情。 counter preemption 的时候，我想拿这个图可能更简单一点，就是说画这个虚线是对资源的一个划分。所以在左面这边你可以看到，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把这个资源划开，对吧？Kubernetes 大概用这么多资源， Spark 和 Mary 大概用这么多资源。这上面的颜色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下边能不能看得特别清楚。就是说划线那个，这应该是右侧这边是给 Mary 和 Spark 来用的这样的功能。但这个有可能在机器满负载的时候，我希望它大概就这么分，因为我有一些服务在这边，有一些服务在那边。但是当我这个在有些时候 Spark 的这个
和 MyReader 这个集群的时候没有那么负载，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有可能把这个两个机器或者两个 slots 也好 ，offer 也好，把两个 resource 借给这个 Kubernetes。那 Kubernetes 你可以在上面去跑一些刚才说的像这些低优先级的作业。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资源标识为借出，就是 Mesos 经常说的 remove resource， 这个是需要 Kubernetes 感知这件事情的，因为它自己需要判断哪些作业可以跑在上面，哪些作业不可以跑在上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种 build 和这种 task， 你在提交创建，比如说创建你的pod 也好，还是这个 Kubernetes 里面的 job 也好，你要自己有一个标识，标识说我可以 run 在 remove resource 上面。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因为 Kubernetes 你 run 起来的时候，它是不知道你的作业是到底有多重要。比如说你去起一个比如说咱去说起一个数据库吧，你去起一个数据库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起在那种 resource 上面被人杀掉了，你的数据是你还得去想办法去 handle 它的数据，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或者说你更重要的一些，比如说你只起了一个 server， 那么你就杀掉它，虽然可以挪到别的地方，但中间还是有一些服务的延迟的，而是希望尽量减少这种事情。所以在 Kubernetes 现在也有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希望去可以支持 Mesos 项目的 remove resource 做这样的事情，后面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因为那个 remove resource 可能会还会有一些问题会比较麻烦一点。那这个我们正在去讨论它现在的这个 design 到底该如何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像这种，所以当这个，但是当这个 Spark 重新把作业提交上来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图，又从那边回到这边，就是把它的之前借出的 resource 重新抢占回来，所以又重新回到像之前这样的图里面。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图你可以去提高整个资源的利用率，那也可以保证整个服务的质量。因为你这些对 Kubernetes 来说，你的 key 的这个 server 并没有变化，所以它还是在这边。对 Spark 来讲，我可以让渡一些资源出去，这样的话因为我的 workload 有可能是这种 float， 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所以这样的话会提高整个资源的效率。这里面其实涉及到项目，就是说 Mesos 本身对资源调度这一块的这个 preemption、remove resource， 还有这个 counter 的这个 counter 相关的一个项目，这个 IBM 同事正在社区跟着 Mesos 人和这个 committer 一起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对 Kubernetes 要求的话，它需要可以去识别哪一些是 remove resource。并且哪些作业可以 run 在这种作业上面。那对，比如说有些人是希望优先去 run remove resource， 那有些人不希望，作为一个 backend 的 backup， 比如说我可以打一，我现在的话我们会打一个 tag， 说这个会加一些调度策略，比如说一种作业，那我认为它的优先级非常非常低，我不希望它占用这个 server 的这边调度，所以我会优先去选取 remove resource。 那有另外的一种作业，你有可能会优先级没有那么高，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呢我又不想等，所以呢我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预留给我的资源，或者是 counter 之内的资源。但是如果你有 remove resource， OK， 我也可以去跑，因为我可以去多占点 resource 去 run 这个事情，提高整个资源使用的效率。所以这个是 Kubernetes 和 Mesos 在资源这个争抢、资源共享上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不仅仅是 Kubernetes 要做的，而且是要跟 Spark、跟 MyReader 或者说跟其他的服务和一起去 work 的一件事情，所以才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共享、资源调度可能做得更好一点。那另外这个刚才就是说的这个。hierarchy role 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就是说，当一台机器上我有 total 的 resource， 假设我有100个 total resource， 我可能会花40%给这个 big data， 花60%给这个 Kubernetes。在 big data 里面，我有可能花50%、50%，分别给 Spark 和 MyReader。所以在整个的集群的这种，在整个的这个 data center 也好，这个集群也好，我是希望有这种划分的。
因为我的 cluster admin 是需要对资源有这种分配和有这种管理的，我不希望一个三重的地方，然后我只能花一级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其实花一级这种比如说资源的划分了以后，其实也还涉及到一个事情，就是权限的划分。比如说你对 top 拥有 top 权限的时候，就是说这个 cluster admin 也好 cluster root 也好，你是可以去杀下面所有某一个的 task， 比如说有问题的你可以去管理下面的这些资源。而对于像 big data 这块的话，你可能 big data 的 admin 或者是 kubernetes 的 admin， 你只能管理 kubernetes 下面所属的这些资源，然后 kubernetes 下面同样你只能管理 kubernetes 下属的资源，你不能跨过来。这样的话你可能 kubernetes 认为我想动用点资源，我把 big data 的应用给它杀掉，对吧？所以它只能控制自己的。那 Maven 和 Spark 其实一样，还是希望有它自己这一级的这个权限的调度。所以就 Hierarchy Role 来讲，除了我们自己做这种资源的分配，按比例可以做这样的分配以外，那另外的时候也是希望权限也可以按这种层级来做。我的最高级的是可以有最多的权限，那么下一级可能有稍微你就只能控制你这块的权限，然后你或者你自己能创建一些 sub 子的这个 admin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块就于权限来讲，所以除了资源的划分，其实还有一个权限的划分在这个上面，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挂整个的这个去肉的这种角色来做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现在在 method 社区里面做的就是这个 multi role， 就相当于一个 framework 或者我现在的一个 kubernetes 去注册的时候，我可以以多个角色注册到里面，这样的话我可以在每个角色都拿到相应的这个资源。这个现在的话，其实这个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说，Kubernetes 现在里面有 namespace， 是不是可以跟它里面的跟 Mesos 下面的肉去 match 上？这样的话，你可以用 Mesos 的这个 quarter 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 multi role 现在我在这里并没有特别化，因为这个现在我还并没有特别想这个 multi role 应该如何来处理。因为 multi role 现在我最差其实是可以去起多个 Kubernetes scheduler， 那在这个 kubeconf 上面也是看到，不好意思，也是看到有其他的公司可以去做这个multi scheduler Kubernetes multi scheduler， 然后去连到不同的事情，但是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这个资源调度的一些事情，就是他只想去调度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 Multi Scheduler 也是有一些好处，也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产品就是 Symfony， 基本就是用类似 Multi Scheduler 的这种架构来做的。因为 Multi Scheduler 有一点好处，就是说你当你其中的一个 Scheduler 挂了的时候，你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吧？比如说我有两个业务，业务 A 和业务 B， 业务 A 的这个 Scheduler 如果挂了，业务 B 的它的那个 pod 和 task 同样可以去往前move，所以那个稳定性会相对来说好。但是你如果放到一个里面，一个 scheduler 挂了，大家就全都挂了，然后你要去把它的 failover， 然后就相当于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做 failover 做这样的事情。multi role 这事情可能不太，这块我就不太去讲更多，因为这块可能涉及到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也现在在无论是在Mesos 可以相对来说好做一点，它就是 multi role 跑一下行。但是在 Kubernetes 社区，包括 Kubernetes 和 Mesos 这个社区，现在还没有想好 multi role 到底如何跟下面人集成，因为涉及到上层的 quarter 和上层的 namespace 是需要如何 match 到一起，如何去做这个资源的分配。但至少有一点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就是说这个 hierarchy 的 role 对这个 big data 和 long running service， 甚至说 IBM 的 HPC 的 task，这个是都是需要分开的，因为这样的资源的管理，这样的文明才有这样的管理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后面想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resource requirement 的事儿。在现在的 Mesos 里面，其实你会看到，现在比如假设因为 Kubernetes 里面有一些功能，比如说我就像这个 pod 嘛，放在某一个 host 的上面。这里我就是我这个
某一个 pod 或某一个 task， 我就是有这样的硬件的需求，我就需要跑到 host 一上面。但是现在的 Mesos 做不到这一点的 ，Mesos 的 task 是根据它现有的resource 和你的这个 framework 拿到了多少 resource， 自己手多少个 valuable resource， 用那个 DRF 算法然后往出 patch dispatch。OK， 你如果认为你这个跑不了，你就把这个 task 还给我，不是把这个 offer 还给 Mesos。如果你能跑 ，OK， 那你就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就是，对硬件的或对资源的这种需求的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是，比如说，我自己愿意说这种软性的需求或这种硬性的需求。所谓硬性的需求的话，就是说，我对，举个例子，就是说硬性的需求，我对这个硬件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我 zfi 的 binary。我跑到其他的 host 上面是跑不起来的，对吧？但是就是一种硬件和一种 CPU。但是比如说，我希望我的程序靠近某一台机器，因为网络会比较快一点。那但是我网络，但是你给我发到别的机器上，我也 OK， 主要你网通。我大不了我离得近跑五分钟，我离得远一点我跑十分钟，两个对我来说都 OK， 对吧？所以。对第一种情况，就这种硬性的需求，如果你这个资源分配的不是给我的，我这个 task 一定不会跑的。对第二种情况，就是那种软性的需求，你给我我想要的资源最好，你给我别的资源我也能跑，就是相当于一个 prefer 的这种资源。所以这种资源呢，当这两种资源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就是说我的 framework A 需要一个资源 A， 然后 framework B 需要一个资源 B。 最理想的 match 肯定是 Mesos 把这个资源都分给两个 framework， 两个都能跑起来。但是如果他俩反过来，并且有一个是软性的，有一个是硬性的，你会发现软性的那个跑起来了，占了资源另外资源所需要的那个资源，另外那个 framework 需要的资源，另外那个由于没有这个硬件的资源它跑不起来了，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里面最多你也就跑一半的这个资源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希望 Mesos 可以去请求，可以去接受这个 framework 发来的请求。这个在我们那个 Ego 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这个需求在里面。然后在最近去跟这个社区去聊的时候，那也看到Scheduler 这个 roadmap 也已经把这个 resource requirement 作为其中的一项来做，作为这个，一个项目来往前做。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去可以看到说 Mesos 其实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去支持这种 resource requirement。所以这个时候你 K8S 可以去请求 Mesos 说我要 host 一。这样的话，那 Mesos 可能 prefer 就会尽量的去分给你要 host 的一，因为它会有全局的 resource 的资源。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有 host 一，你可以跑 ，OK， 那你就可以去跑。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硬性的这种需求，那你可能就没给你 host 一，那你肯定就不去跑。但无论怎么样 ，Mesos 一定会在通过全局的考量，给你一个最高、最相当于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它因为它不会为了你某一个 framework 做这件事情，因为它会看全局整个的 resource 的资源的使用率。所以这个对于 Kubernetes 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情。那在如果那个项目做完了以后， Kubernetes 也是希望可以去把自己的比如说这些 label 一些 selector 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发给 Mesos， 在 Mesos 返回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去做二级的调用。同样的 Spark 和 MyRate 其实也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然后 Spark 的话也可能会去，比如说我通过 Data-Aware Scheduling， 我是希望去让我的某一个 task 离那个数据近一点，就不要来回去 transfer 这样的数据，然后来提高整个的这个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个后面就说到 Removal Resource 这事儿。Removal Resource 这事儿现在打个 tag 非常简单。我提交作业的，我提交 pod 的时候，我去打一个 tag， 告诉 Mesos， 告诉 Kubernetes， 我想用这个，我可以用 Removal Resource。但是 Mesos 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 Mesos 现在的这个 QoS Controller 或者它的 Removal Resource 现在支持杀不了 task 级别的这个
不能做 task 级别的这种 queue， 它只能做 executor 级别的。就说你的 QoS controller return 出来的时候是一个 executor 的 ID， 这样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你的这个 Kubernetes 里面跑了普通的作业，又跑了 local resource 的作业，你怎么去杀这个 Kubernetes？ 因为你一旦把 executor 一杀，它下面整个全都杀掉了，你会把普通的这个作业不应该被你杀掉的也把它 kill 掉，所以这个可能会，这个会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Mesos 去可以支持 task 级别的这种就是相当于 queue task 吧，就是 task 级别的这种 queue。这里有画一个图，画一个 Kubernetes 两，画两个 Kubernetes， 这个并不是一个 solution， 我代表大概是那个意思。因为 Kubernetes， 因为这块在做这个在做绑定的时候，在做绑定的时候，那个 executor 会把这个某一个 pod 绑定到这个 host 上面，然后这个 Kubernetes 就拽下来了。如果是这么，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个这两个不一定谁把那个 pod 拽下来。所以这块只是一个演示，我是希望是说一个这种虚拟的这种环境，说我可以有这样的机制去同时只杀掉 local resource， 占用 local resource 的这个。那种作业，不是把所有的作业都把整个 executor 全都杀掉了。就是如果整个 executor 杀掉了，相当于这个 local resource 几乎就不能用了，因为这样会影响我更高的影响我这个核心的业务，这样很难上生产线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刚才讲的所有这个 topic， 我讲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会在这个 Kubernetes 这个项目里面会有相应的 ticket 的 trace， 包括像 local resource 这个事情，就如何来杀这个事情是需要两个社区一起来做，然后往前做。所以像后面会跟了一个这个 ID， 这些 ID 都是在这个 Kubernetes 上面的一些 ID， 然后可以去做完这事情。像 session， 像前两个的话，像这个关于 policy 做的一个事情和 smart preemption 做的一个事情，那就是 local resource 和这个scheduler enhancement， scheduler enhancement 就是刚才说的，尽量先用这个 reserved resource， 而不要去先把那个谁用掉，先把那个 known resource 去用掉。但是这块其实还有一点，就多说一点，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有可能会有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一台机器或者整个 offer 都是 reserved， 就比较好弄，对吧？就用它就完了。但是如果说一半一半的时候，尤其是比例还不均的时候，你怎么？比如说我只有 CPU 是 reserve， 你 memory 不是 reserve， 如何来先用它这个机器？比如说另外的，我还有另外的一个 offer， 我的 memory 是 reserve， 但是 CPU 不是 reserve， 你先用哪一个？所以这些事情当这个就是出现这种 partial 的这种 offer 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调度的演算就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其实这个我自己想，可能对 Mesos 的开发framework也是一个借鉴吧。我们可能这个以后也可能会关于这种 partial 如何来分配，如何来做，然后给一些 guidance 会发到相应的这个网站也好，还有社区也好，都会去给一些 guidance， 会围绕这个结构会把 scheduling 这块做的更多一点。另外的下面就是说 support hierarchy 推动，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namespace counter， 我们是希望 match 到这个 Kubernetes 下面的 root 它的 counter， 然后 multi root 的 support 现在我还没有去 log， 但这个可能现在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另外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刚才没有提的，就是说当这个 Kubernetes 和 Spark， 当 Kubernetes 和 Spark 两个共在一个环境里共处的时候，它俩会有这样的需求，是需要两个数据有一定的通信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需要它的 DNS 是同的，因为现在整个环境里面，我们希望通过either DNS either zhost 的这样文件来做。那无论怎么样，我是希望我的 big data 的作业有可能会去下一些 FTP， 但这个 FTP 不是在 Kubernetes 里面。那还有可能，比如说我 Kubernetes 的应用会去提交一个 task 到
Spark 作业上，然后等它 run 完了以后，再从这个数据库再把它从它那个 HDFS 或者文件系统再把它拽过来，所以它俩彼此之间会有一些通信或一些交流的。那这里面通信交流是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 DNS 要通，还有底层的网络要通。那底层的网络要通的时候就比较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Spark 由于是大数据，所以那个网络的时候有可能 by default 我们不见得会用 overlay 网，会，但是对像 Kubernetes 里面，它默认为建议你去用这种 overlay 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时候，你有可能过，你可以访问的过去，但你不见得能把数据带得回来，所以那个双向的通道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去讨论这个事情，看如何去把这个 Spark 和Kubernetes 两个更好的整合到一起，尤其是这种数据互访或互通的这部分，因为刚才之前讲的基本更多的是这个资源划分的这部分。资源划分的时候，只要 Mesos 支持，上层的做箱的这个改进基本就差不多了。那这后面画了好多迭代点，其实画了好多迭代点，还有好多 advanced feature。比如说 Mesos 现在在做，我知道 Mesos 现在有一个 case 关于 global resource， 就是说我的磁盘也好，我的这个 license 也好，是有一个 global 的一个池的。尤其像这种分布式文件系统，它这个大小基本是固定的，或者这种集中式存储。我会有集中格物的一个 resource 的一个池，那 Mesos Kubernetes 里面有persistent volume， 那 persistent volume 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看成这个 global 的 resource， 因为它还有 PVC， 就是这个 persistent volume claim 去做这个申请请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跟 Mesos 这是比较像的，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再重新的打通？这样的话你会有同一套的管理，并且有统一的一个调度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你像包括这个 Mesos 现在也支持 Unified Container， 就是支持 Pod 这些功能。那 Kubernetes 和 Mesos 是不是可以借用这个功能？因为 Docker 现在其实有一些稳定性，大家都有一个相应的 concern。那在产品线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Mesos Unified Container 去做这个 Kubernetes 下面的一个这个容器的运行环境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希望提高整个这个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后面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期望的大概的一个 roadmap，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我们希望有一个相对来说在 0.7 就基于现在的 code base 有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一个版本。现在有的时候有人问我说现在这个是不是稳定，是不是 OK， 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可以去测，有问题的时候多报一些 bug， 我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上面把这个事情都解决掉，争取让 0.7 的时候像现在的现有的功能尽量的稳定。那这个是针对最新的版本，然后在 0.8 的时候就希望像刚才说的这些减少它的 code 的 dependency， 把这个 controller 和 kubernetes 这些代码级别的这些依赖全都给它移掉，这样的话在Kubernetes 和 Mesos 里面，就目前来看的话，有可能会只发布 Scheduler 和 Executor 就已经足够了。其他的这些像 Controller 啊、Kubernetes 都会依赖于 Kubernetes。那如果 Kubernetes 跟这个集成有相应的需要的话，我也会把这个东西抽象出一个 General 的需求，然后放到 Kubernetes 社区里面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会把 Code copy 过来，因为这个从这个维护的工作量和两边社区的这个沟通来看，这样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那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最想做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0.9的时候，有一些新的 feature 我们会加进去。那现在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因为刚才说的这些 feature 有好多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现在的 priority 可能啥，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排出来。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比如说认为哪个 feature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有这样相应的 scenario， 也可以去到刚才看到那个 GitHub 去 open 一个 issue，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现在的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其实我们想说，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去达到这个 production ready。所谓 production ready， 就是说刚才我们就有相应的产品围绕 Kubernetes 和 Mesos 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在测完了以后，经过这个压力测试，经过这个那叫 longevity， 就是经过很多的系统测试吧，经过很多这些系统测试之后，我们也是希望社区的这个版本也可以达到 production ready， 大家可以去
在上面去搭建自己的环境，去做相应的事情。我这边主要就是这些，谢谢大家。